爱在等待，有个人可以给他一生三千宠爱，不需要很有钱，不需要很帅，他脾气古怪，有时候暴怒，有时候你必须忍耐。为什么他竟然爱上他？他到底在想什么？他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？让他乱了方寸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想说，这怎么可能？他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，你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，一天到晚在他身边又闹又吵，只为了能够被他瞪一眼就好。但他在这边，而他在那边。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，而他总做事而不见，脑袋中却浮现，眼前竟是他在微笑的画面，而他说。才能死心呢，从高一开始我的眼中就只有这个人，虽然好几次我都想放弃，可是全都失败了，但这一次真的要放弃了。我的心已经被另外一个女孩子吸引，再也无法挽回了。偏偏我的感情好像从来也没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没有办法跟她在一起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喜欢那个上镜的女孩，干嘛突然问这个？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想法。如果没意外的话，应该就会吧。你真的喜欢她哦？娶她真的没有关系哦？玉树，你在干嘛？因为你喜欢的人明明就是笨蛋湘琴啊！Thank you.
该让你渐渐会来的。她人很漂亮，很会做菜，也很聪明，你一定会喜欢她。哥哥，她对我来说应该比较适合我吧。哥。既然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我看也没办法了。你该不会是要放弃了吧？有什么办法呢？根本毫无胜算嘛。而且我和你不同，我也有我的自尊心啊。不过凭良心讲，如果真的要我接受这个事实，那我倒宁愿蜘蛛是被你抢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和慧兰比起来简直不算什么嘛。想到蜘蛛是被那个完美女孩子抢走，我才会真的感觉被比下去。最重要的是她根本不占了胜嘛，而你至少已经为一番努力啊。那倒也是。后悔，他心里会想，早知道他就应该选我。反正现在结局是我们两个都失恋了，马上就要开学了，所以你要赶快振作起来，找个好男人吧。深情感动到一直掉眼泪。以前啊，看电影的时候，只好诺迪巴哲演的就超好的。没想到现在台湾有那么好的演员，好感动哦。不过啊，刚前面居然有人睡着嘞，真受不了。怎么啦？什么事情那么好笑？没什么。植树，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？什么事啊？没有啦，我听爷说，你有意思，继续跟我交往下去啊？你不愿意吗？没有啊，只是你怎么会答应呢？你
该没有人会拒绝你吧？谢谢你，植树，我好开心哦。湘琴，你也多少吃一点啦，这样下去不行的啦。对啊，又不是失恋就不吃东西。虽然变瘦一点，可能会是好事哎。没想到江子树是这种人。对嘛，大集团的千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，还不是一样会吃饭，会拉屎啊。湘琴，我们比你那种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家伙，走吧，你先去联谊，保准找到比他更好100倍的人哦。不行，联谊太慢了，不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去 pub 跳舞，顺便钓个好男人。要找好男人吗？不用，这里就有一个。湘琴，我都听说了，来，这是我特别为你准备的砍树特餐。吃了让你忘掉一切不开心的事情，帮你挥挥剑斩情丝啊！阿金，你真的爱乱扯哎，是武侠小说看太多。我哪有乱扯啊？江子树那个人本来就这个样子，他还跑去相亲哎。湘琴，赶快把那种人忘了，和我约会。阿金，不要在那边瞎凑热闹啦！你现在在安慰湘琴。不要来吵我们好不好？我也是来安慰湘琴的啊。那你赶快好好去工作好不好？不要再来这边好不好？湘琴心情不好哎。哎呦，她吃不下，不然你把它拿走。可以安慰啊。怎么吃不下？不要来这边烦好不好？我哪有烦？她也不会答应啊。什么？我们来约会吧。都是你请我吃饭，现在也该换我回请你了。好湘琴，不管是上山下海，去嵩山少林还是迪士尼，我都奉陪啊。阿金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？台湾没有迪士尼，也没有少林。不是啊，我一直是上刀山下油锅都可以啊。湘琴，什么时候？就这个礼拜日好不好？出门了，还开开心心的。
挂。要看哪一部？湘琴，没想到你真的来了。不是答应你了吗？对哦，那我们看一点文艺爱情片好了，好不好？就看史密斯任务啊，这个，对，你看，我票都已经买好了。这部有什么特别的？这部很好看啊，我听朋友说，他们男女主角啊，在里面爱的死去活来，很感人的那一种啊。你看，票都买好了。好啊，那就这部好了。好啊，好啊。走啊。而且你买的是企鹅宝贝。企鹅宝贝。买错哎，怎么会是这些宝贝？哎呀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今天买史密斯任务啊，那不就好了？没关系，不行，我去退票。哎，不用了啦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。到啦，好啦，那我真的要进去喽。拜拜。哎，湘琴。嗯。如果以后我们有空的话，还可不可以像今天这样子在一起出来玩？哦，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好了，拜拜。好，那你慢走啊。嗯。我再约你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Yes。Woo。怎么这么安静啊？都没人在吗？会不会都到医院去了？你们约会不吃饭吗？不可以用酱油，那是老人家的用。我是要当医生，有人听闻。快轻松睡。哎，你在干嘛？牙膏没用。你怎么在家？妈还住到医院去了，我刚洗完澡。
哎、欸，你刚看到我干嘛那么紧张？紧张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紧张啊，哪有紧张？是吗？我还以为你跟家伙到外面过夜。什么家伙啊？什么过夜啊？你不要乱说好不好？植树，我发觉你真的很适合当医生。会处理这种事的人可以当医生，那每个人都可以当医生了。还好刚刚没有抹牙口。亏你还是大学生。谢谢。不过我倒是突然发现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的脚好胖。对呀、啊。喜欢他，喜欢的不得了。大概还要冲多久啊？冲到你不会痛为止。是啊。嗯，那好像还是有点痛哎，这边还痛，脚背也还是很痛。脚趾头，脚趾头，真的，脚真的痛啊！爸回来喽。哎呀，那今天我们可是要好好动动，快快的吃一顿的、啊，不行啦！爸，你才刚出院，你心脏病不可以吃这些又甜又咸的东西啦。喂，爸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妈，你怎么会准备这些东西呢？一点常识都没有。那个是乡亲的爱心啊。来吧。大家尽管吃哦，因为今天这一桌菜啊，全部是遵照你们家植树的吩咐哦，少油少盐，然后高纤高钙，低胆固醇低热量，尽量不会有问题啊！哎，干杯干杯！对不起，酒也要少喝一点。对，少喝又不是不能喝，对不对？可是庆祝一下嘛！对，这样。哎呀，大脚啊！他们怎么来这儿？错过什么佳肴啊？是我找他们来的。总得让爸见一下我的女朋友嘛。白总，您哎，您怎么有空来？哎，听说您今天出院，我们特别来为您道贺的。这怎么敢当？哎，也切切。白董事长，哎，你好。爸，这位就是慧兰。江叔伯你好，我是慧兰。白小姐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千万不要客气，我们马上就要成为自己的人了啊！哎哎。哎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你们请，你们请，那玉树啊，去坐妈妈那边，然后顺便拿两个碗筷来啊。哎，不要客气。好，
哎呀。这位是我弟，他叫玉树。你好，哇，长得好像哥哥哦。有吗？这位是财叔。哎，财叔你好。你好。财叔，这位是白董事长。白董你好。哦，财叔。阿财，他是我同学，这家店是他的。哦，老板。小店。哪里？您大人物。你们不要这么讲，哎呀，好在。大人物。这位是财叔的女儿。你就是湘琴吧？我们见过面的。对，在电梯里。电梯里，我记得。电梯里，真不好意思夹到你。没有关系。请问你等一下有空吗？我想和你谈一谈，可以吗？年轻人多谈一谈，我们喝酒啊！来，阿才陪白董。哎，对，谢谢您的礼盒。哎，不敢当，好好，老板，你陪白董喝一点，好吧？白董，我有了。湘琴，乖坐啊，别怕我嘛。真的很羡慕你，从高中开始就可以和植树住在一起。植树吗？植树他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，能够认识他，我真的觉得很幸运。但是，这种感觉也让我觉得很不真实。而且，伯母她似乎很喜欢你。说真的，我还真的有点嫉妒你呢。照片，我本来不想那么早结婚，打算推掉相亲，没想到却在电梯里对植树一见钟情，改变了主意。就连照片也不用拿了，但是现在我真的对自己一点自信也没有。你放心，只是他也很喜欢你。这些都是阿才自己烧的，真的，真是不得了的事。不才，不嫌弃。来，白总，这里。
谢谢谢谢，拜拜，你休息休息。我想起来了，嗯，阿才老板，您的千金，我想起来他是谁了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见了你。阿才老板，您的千金。我想起来他是谁了。你说湘琴啊？他是湘琴，对，湘琴小姐。啊，嗯，我曾经跟他见过一次面哦。不是吗？就是我到潘达去的时候，他很热情地给我倒水，而且还说了很多很多植树的好话。啊，白董啊，哎，那就是湘琴的作风啊。是吗？我喜欢，嗯，这女儿好，个性好，很直爽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哎，你说是不是植树啊？他很笨，老是闯祸，做事又出线条。来，我们进白董。不敢，进来。在想事情，想着想着想到你妈妈去了。那时候娶你妈妈的时候啊，我们都以为可以幸福快乐的在一起一辈子了。湘琴啊，我们搬出去好了。爸爸知道你的心意，但是人家植树已经有交往的对象了。要是我们再这样住下去，你也会很痛苦。你不开心的眼，仿佛将我推到悬崖边缘，距离就算再靠近眼前，我们一样的指数吗？没有你的世界就像寒冷，女孩子家要懂得进退的分寸，少了你陪在身边，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，只剩下冬天，至少有个指数还会热，有我的思念，也有你的空虚无边。你有没有听见寂寞的声音悄悄在蔓延？我和植树之间没一件有关联的事，一个慢慢的消失了，现在连最后一个可能的关联也消失不见了。你不开心的眼，仿佛将我推到悬崖边缘。
距离就算再靠近眼前，我们一样没焦点。没有你的世界就像寒冬没有春天，因为少了你陪在身边，我的四季只剩下冬天。我们搬家吧。伤心也回忆不断重演，静下来的时间。生活中早已经习惯有你的感觉，可是现在呢，重新适应要多久呢？没想到你会来，好开心！快点，快点，把安全帽戴起来，小心上来。不好意思哦，我刚刚去补货，补到现在。再陪我回店里放一下货好不好？你在干嘛？下雨了。对哦，张姐，今天好漂亮哦。啊，对对对，下雨，赶快赶快，下雨赶快抓紧我，这样比较安全啊。好啊。小姐，如果觉得雨很大的话，可以躲在我后面一下。只要拿菜回去。我们就可以去玩了。不好意思哦，给你出来见下大雨。不过我真的很开心，你可以来。湘琴，你知道吗？今天，你实现了我从小到大最想要实现的愿望，谢谢了。回到熟悉的巷路线，我牵着回忆站在对街。石板坠落的从前，瞬间就冷却。可这不回头看时间，再下下，再下下就到。回忆积雪叠成冬天，想伸手再偷留一些，原来你离我遥远。你说那冰雪是你跌了心。谁可以再温柔如水？关于爱情的美，当初我所设限，希望它都给你。说那冰雪是你的心被我剪碎，下一次爱谁再用爱慢慢崩溃，丢掉旧的伤悲，让它带你。我想带你去我老家看看啊，因为我希望我所爱的我可以知道他过去所发生一切，经历过的事情，还有他去过的地方。我那么希望我一出生就可以遇到他。现在我已经很肯定了，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不用再绕来绕去了，因为那个人
就是是不是这家？啊，我这家。好像是。我们把一收收的片子拆这边是我从小就开始一直搭火车的地方哦，你看你看，这边有没有很棒的感觉啊？我每次放假的时候就很想来这边，上去坐。等一下哦。上清怎么啦？根本看起来闷闷不乐的。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可以跟我讲啊？我可是很会逗人家笑的哦。嘿，阿七。嗯。你有没有谈过一段恋爱？是两情相悦的那种。恋爱，很久以前好像有，不过也不太算，因为那个回忆还蛮惨痛的，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吧。就曾经喜欢一个女孩，然后她坐在我旁边，那她对我其实都蛮好的，就是我不会的功课啊，哪都会教我，然后有时候午餐还会给我吃，就是哎你肚子饿不饿啊，给你吃啊这样子，因为我还蛮爱吃啊，然后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她，然后我每天早上都会洗脚踏车，就是到她家。然后送早餐给他吃，就这样每天都送，每天都送。但是还蛮白痴的是，我都是放在他的信箱里，然后我也没有讲是我这样。然后在班上，其实我看到他也都还蛮害羞。直到我在有一天送早餐给他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学长，就这样载他去上学。但是我隔一天还是送早餐给他。可是我还是看到那个学长一样，就是载他。第三天、第四天都是，看他被他载的时候，在后面抱着他那开心的样子，还蛮难过的。从来都没有关心过你的感受，常常把你的关心都视作理所当然。其实比起你，我觉得我幸福多了，因为植树看得到我对他的付出，不管他在不在意，至少他是知道我在想什么的。而你，我以为我知道，可是我从来没发现你在我身边到底已经多久。
快点出来！哎，好久不见了。你没事？对，走。老大，好久不见了，老大。老大，好想你啊！老大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在干嘛？哎，你怎么那么慢啊？哎呀，老大，没有办法，我早上还要载猪肉，哎，我现在好不容易才赶过来的。只是你的车。哎呀，没有啦，就赚点外快，就改成宣传车啦。是哦。对啊。哎，小景，好久不见嘞。对啊，对啊，你怎么变瘦那么多？没有啦，哎呀，哪有多瘦啊？哎呦，老大，时间不早了，赶快去玩，赶快去玩，车子借你们，后天回来咱们都没有关系啊。后天是？对啊，对啊，没关系，赶快去玩，去哪边过夜都没有关系。啊，湘琴，湘琴，走吧，我们走吧。拜拜，拜拜，不要太早回来啊。小小维尼熊，然后他就跟爸爸妈妈讲说：“爸爸妈妈，我要这只小小维尼熊。”然后老板就说：“嗯，那小小维尼熊可以啊，不过你们买回去的时候，你千万要记得哦，不要去碰到它的鼻子。”然后爸爸妈妈也不以为意啊，不要碰到鼻子，好啊，然后就带回去。然后小小维尼熊就跟小朋友每天都玩得很开心哦。然后玩啊玩啊玩，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那有一天啊，小小维尼熊跟小朋友在后院玩耍的时候，突然小朋友不小心碰到小小维尼熊的鼻子，然后小小维尼熊就对，就在小朋友面前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小小维尼熊又摸小朋友鼻子说：“该你了。”好笑吧？哈哈，这故事啊。可以接受这个人吗？我知道和阿金在一起一定会时时受到他的保护，会是个幸福的女人，可是感情的世界如果只有单向的付出，不论对哪一方，不都是一件很可怜的事吗？就像阿金对我，对紫苏，甚至紫鱼对紫苏，浩谦对紫鱼，单恋好辛苦，看着阿金都替他难过了起来。现在就跟大家玩一下游泳怎么样？所以我常常跟他玩这种游戏，叫做门和摔跤。哎，不行啦！哎，我来啦！我叫。其实他很想跟我亲亲，不如湘琴帮我跟他拍一张吧。你会受伤啊！不会啦。哎呦，阿金，你赶快上来，他很恐怖啦！快点，帮我跟他拍一张。和阿金的约会真的就像想象中一样的好玩开心。阿金是个很善良的大男孩，接着跟他在一起的人真的会很幸福。紫薯就是个完全不同典型的人。算了，没什么好想。赶紧，我再帮你跟他照一张啊。好，你快点过来。湘琴，其实呢，你不要看阿二他长得还蛮凶的，但是他还蛮善良，因为我们这坐起来感觉还蛮像沙发的。我不想坐，坐一会儿没关系。不如等到寒流来的时候，他那个你也知道，鳄鱼是那个
这叫什么冷血动物，寒流来的时候可能会冰斗做一个鳄鱼皮包，再做一下，这沙发真的还蛮舒服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起来。最近心情还不错，对不对？那你再做一下啊！来到这个动物园，应有尽有，所以不做一下有那种虚耻型的感觉。快拍啊！你拍拍他的头。快拍！我跟他有点熟，其实不太熟啊。你要不要摸摸看？好可爱！相信要不要跟他啾啾啾啾啾啾啾？从头来过，要快乐不要难过，不要谎言要承诺，他是他的爱情也不难。哎呦！就算也不爱，听说随时出没。他单脚在做。张婷你好棒啊！他不自觉注意他任何的，我就说你并不重。哦，他吐舌头了。嗯，你好棒啊！等一下，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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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来越紧了呢。张杰，张杰，来来来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边啊，就是我小时候读的幼稚园，里面很棒，很好玩哦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啊。怪怪的，就好像，就好像灵魂不见一样。哎，没有啦，我的形容好像有点怪怪的。大概是因为。我肚子饿了吧？这里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？嗯，我们先去大吃大一个，然后再找几个地方，天天休息啊，再痛痛快快的玩他一回。好，没问题，就这么决定。我们结婚吧。小朋友，看这里哦！阿金哥哥是要娶湘琴姐姐，你们知道吗？阿金哥哥从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湘琴姐姐哦，所以阿金哥哥决定，总有一天一定要娶湘琴姐姐为新娘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又没有你现在答应我，反正总有一天。我一定会等到你，大声地说你愿意的。那我们就去大吃一顿啊，大吃一顿好不好？大吃一顿，走啊！
还是我们发生什么事啊？已经下课五分钟嘞，不知道吗？走啦，去吃饭啦，早饿哦。没关系，你们去就好了，我还不饿。怎么可能不饿啊？我看八成又是。好吧，快告诉我们，跟张子树都发生什么事了。跟植树没有关系啦。那是跟谁有关系啊？阿金。阿金。湘琴，那你怎么回答啊？我那时候根本整个人都傻住了，好不好？虽然我并不讨厌阿金，跟他在一起也很轻松。可是我对他从来都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啊，而且就连这一次，我试着把他当成男朋友，跟他一起出去玩，可是我发现我连玩都不能专心哎。我想，我只是把阿金当成好朋友而已吧。可是阿金真的对你超好的耶，湘琴，老实说，我觉得阿金比张子树更适合你，而且张子树现在有女朋友了，审美，趁这个机会好好考虑一下阿金吧。知道阿金跟我求婚的事，会不会有点惊讶？应该是不会吧。哎，湘琴，哎，来了，累不累啊？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。阿金他们刚走，你是不是故意等到阿金走了你才来的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哪有？你故意在躲他、啊，我还不知道。小两口吵架了哦，嗯？谁跟他小两口啊？谁呀？谁跟他小两口、啊？哎呦，我看他追你追得这么勤，真的没有啊？嗯？这个。这个才盖五年房子哦，爸爸看应该是还蛮新的，装潢都有了，那我们县城可以搬进去住，离店里面很近哦。嗯，还是你想自己挑，这边都不错了。那这个房子是看起来当然没有你阿力伯父家那么大，小很多了，不过他就够我们父女两个人住了嘛。说不定你还可能在这个房子就嫁出去了。爸，如果我跟阿青结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。
果我跟阿金结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你怎么了啦？哎呦，你还好吧？不是，你刚说什么？你不是才说你对阿金没有意思吗？你们两个已经……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嘛。哎呀，比方啊，阿金这个小孩子哦，脾气是冲了一点，啊，个性是直了一点，不过他做起菜来啊，是比谁都认真，那做菜又很有天分。当然，如果你能够嫁给他的话哦，爸爸也不用担心说将来幸福小馆谁要来接手，那我是当然很高兴啦。这个当然最重要哦，爸爸还是要看你，因为你有你的想法，好。对了，爸爸刚刚说这个房子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啊？啊，你决定就好了，这间不错啊。不错哈，好了，你喜欢就好。阿伯。爸爸去给你煮点东西啊。其实爸心里是高兴的吧，阿金是他最得意的徒弟和助手，又是爸的生命。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帮着他的话，我该怎么选择呢？湘琴，今天我觉得月色还不错。对，你早点休息。
么丢脸的。干脆坐上去好了啦。对啊，他们这样子好像可以坐，哎，坐上去，坐上去，来来来，当坐上去的姿势好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来来试试看，好好好好。现在不行了。小心，加油加油，还差一点啊，赶快。管他们，我们再来一个啊！再来一次，你来，我帮你拍。你不觉得他们这样呆呆的很可爱吗？而且动物很单纯，只要你对它好，它就会对你好啊。你看，它现在头都这个样子嘞，好可爱。你今天怎么没有找蟑螂跟阿红一起出来啊？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像这个样子独处吗？这件事的答案吧，我该怎么回答呢？湘琴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夹夹后面 有一只狮子，哎，狮子，嗯，是哪里假的？狮子跑到草岭入园，在哪？我刚好看到它的尾巴。真的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赶快，赶快，赶快告诉我。跑到笼子里面去了。笼子里？真的吗？对啊。好像有，有吗？我怎么都没看到。对啊，湘琴，草岭鹿怎么可能跟狮子关在一起？湘琴，湘琴，等等我啊！我知道那天跟你求婚真的太突然，不过你不用担心啊，我不会逼你现在就给我答案。我希望你好好考虑，可以吗？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。